想知道今天做什么好玩的手工作品吗？让我来告诉你们吧。今天我们要做小火箭，比比谁飞得高吧。手工老师肖磊来自西四北幼儿园。嗨，大家好，我是磊磊老师。欢迎我们的磊磊老师，欢迎您。欢迎。那今天和我们一起做手工的还有默默小朋友和他的妈妈。大家好，我叫默默，今年我五岁了，这位是我的妈妈。大家好，欢迎你们。哎，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今天的作品你们是不是很喜欢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制作这个作品。不过呢，在开始做手工之前，还是让我们先来寻找一下所需要的材料。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快点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找材料吧。做手工找材料，我们一起找材料。找找找材料，找找找材料，东找找西找找，我的材料找到了。我们需要准备彩色卡纸、即时贴和吸管。好，材料已经找好了，在做手工之前是不是应该活动一下我们的手指呢？好的，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伸出双手，让我们一起说，食指拇指画画，食指中指并拢，做把剪刀剪剪，我的手指好灵活。好，磊磊老师赶快教我们怎么做吧。首先我们来制作火箭的身体，选择一张你喜欢颜色的长方形彩纸，然后我们将长方形彩纸的一个长边固定好双面胶，接下来我们将它卷起来，小朋友可以像老师这样请胶棒来帮忙。这样我们火箭的身体就制作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制作火箭的头部，小朋友可以选择一张不一样颜色的彩纸，我们在纸的一端固定好双面胶，像老师这样，我们在这里粘上双面胶，双面胶固定好以后，我们将它像老师这样卷起来，卷好以后我们将它修剪一下，剪好以后就是这样子的。接下来我们就要将火箭的头部与它的身体连接到一起，我们拿出纸卷，在它的一端剪出一些小口，剪好以后我们在上面固定好双面胶，双面胶固定好以后，我们像老师这样将它连接到一起，连接的时候小朋友需要注意，我们火箭的头部一定要正正地连接到火箭的身体上，连接好以后就是这样子的。接下来我们来做火箭的尾部，小朋友可以选择与头部相同颜色的彩纸，我们将它对折，然后再对折一次，对折好以后我们在上面画上一个梯形，然后我们将它剪下来，剪好以后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分别将梯形的两边像老师这样折一下，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将另外三个梯形折好，折好以后我们请双面胶来帮助我们将它固定到火箭的下半部分，也就是这个位置。在固定的时候小朋友需要注意，我们需要对称地将它固定到火箭的下半部分，像老师这样，
就是这样子的。接下来我们对火箭进行装饰，老师选择长条形的集石贴对它进行装饰。我们可以将长条形的集石贴固定到火箭的这个部位。为了使火箭看起来更加的美观，我在下半部分也固定一个长条形的集石贴。火箭装饰好之后，接下来我来剪一个蓝色的长条形，写上我的火箭的名字。我是蕾蕾老师，所以我给我的火箭起个名字，就叫蕾蕾号火箭。写好以后，我将它固定到我火箭的身体上。我的火箭就做好了。蕾蕾老师，我们的火箭怎么飞呀？小朋友问得真好，我们请吸管来帮助我们。我们将吸管从火箭的底部插入进去，接下来只要轻轻一吹，我的火箭就可以飞了。我的做好了，你们的呢？我们的也做好了，一起来看一下吧。哎，看绿泡泡做的这个非常大型的一个火箭怎么样？看上去非常棒啊。那应该试一试才能看它的威力。对，这个大的火箭究竟能不能够顺利升空，主要取决于我的肺活量。好，我们一起数一二三啊，来，一二三，发射。哇，很棒，对不对？好厉害。看我，你这个相比之下就显秀真的比较小巧，但是它飞得远，你信不信？那当然了。来，一二三，走。剪过来啊！我们先来看一看小朋友的默默啊，这是你的照片对不对？好，来试试你的火箭。来，我们一起来数三声数啊！来，一二三。这个火箭是被他推出去的。这个做得很漂亮，而且刚才这个也很成功，对不对啊？好，那我们大家都学会了今天的手工作品，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木木有没有学会呢？哇，木木也学会了。第一步，将卡纸卷成卷儿，做火箭的身体。第二步，用另一种颜色的卡纸卷成火箭头的形状，并修剪一下。第三步，将火箭的身体和头进行连接。第四步，剪出四个大小相同的梯形，然后把它们进行折叠，并固定在火箭的底部。第五步，给火箭装饰一下。这样，插进一根吸管，使劲一吹，就可以让小火箭升空了。智慧树，树照丰年，树照丰年，牛气冲天，牛气冲天，虎虎生威，虎虎生威，动如脱兔，动如脱兔，龙飞凤舞，龙飞凤舞，引蛇出。小朋友们，我看到你们都学会了，你们真是太棒了。在出现，不费吹灰之力。左手到右手，只需吹一口气。我爱变魔术，
变出神秘礼物，乌拉乌拉 Q！ 哇，神奇的事情发生啦！好神奇啊！乌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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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乌啦啦啦乌啦乌啦 Q！ 一副扑克牌猜透你的心里，帮助又逃脱，你看不出奥秘。我爱变魔术，变出神秘礼物，乌啦乌啦 Q！ 哇，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好神奇呀、啊！乌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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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乌啦啦啦乌啦乌啦 Q！ 小咕咚，我给你做个手指操吧。好啊，好啊。看好了，两只小鸟停在树上，一只叫叮叮，一只叫当当。叮叮飞走啦，当当飞走啦，叮叮回来啦，叮叮回来啦。小咕咚，你们在干什么呢？爸爸，红果果在教小咕咚做手指操呢。是的，经常做这个手指操呢，可以锻炼我们的手指，让我们的手指更加灵活。对呀，绿泡泡，你也跟我们一起来吧。哎，对啊。哎，啊，我大魔术师绿泡泡，本来我的手指就很灵活，我想我就不必再练什么手指操了吧。当然了，不相信的话，接下来我就给你们表演一个神奇的魔术，展示一下我的手指神功。好啊！乌拉乌拉 Q！ 乌拉乌拉 Q！ 欢迎来到魔法世界。今年五岁，欢迎你们！绿泡泡大魔术师，快给我们表演神奇的魔术吧！好的，今天呢，我来给大家变一个神奇的魔术啊！在变魔术之前呢，我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看我手里拿的这个是什么？皮筋。皮筋儿，对不对啊？对啊。皮筋儿的特点呢，就是有很强的伸缩性，对不对啊？是的。哎，那接下来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啊！我伸出我的一根手指，这个是什么指？手指啊？食指。食指大家都认识啊！来，我请小朋友用手抓住，用手握住我的食指。好，好。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有什么办法能把皮筋儿套在我的手指上吗？能做到吗？来，小朋友可以试一试。太大了，能套进去吗？太大了，太大了啊！看来是不能够把皮筋套上去，对不对？好，谢谢，谢谢这位小朋友。那接下来呢，小咕咚，你想不想试一试啊？当然想啦。好，那我换另外一只手，左手的食指，来，紧紧把它握住啊。现在呢，绿泡泡大魔术师要尽我所能让不可能变成可能。我再来问问小朋友，刚才你们抓住我的食指，能把皮筋儿套上去吗？不能，不能。小咕咚，你可不要骗小朋友，要牢牢的抓紧，好吗？我用两只手抓住。好，现在我们把布盖在上面，我需要大家对着这块神奇的布一起来说出我们的咒语。当然了，这个皮筋儿，小朋友也请把它给我。现在我就要用右手把皮筋儿套到我的食指上。啊，好，这怎么可能做到呢？现在我就要让你们见证这个奇迹，请大家和我一起说，乌拉乌拉跳。差一点就成功了。现在我的手指已经分开了。小咕咚，小咕咚，现在我的手指已经分开了，我要把它套上来。
小朋友，我们再来说一遍咒语：乌拉乌拉跳！哇，小龙感觉到了吗？好像动了一下，然后又动了一下。但是没关系，大家不要害怕啊。那你们觉得现在这个皮筋有没有套在我的手指上？应该套上了吧？不知道。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跟我一起数三声数啊，一、二、三，怎么样？怎么样？来，小朋友检查一下，是不是完全套进去了？套上去了吗？是不是套上去了？嗯，哇，怎么做到的？鼓掌吧！在学这个魔术之前，我们还是先请出我们的好朋友魔香乌拉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所需要的材料。好，让我们一起说：魔香魔香乌拉拉，我是魔香乌拉拉，我有神奇的魔法，材料都在这里啦，睁大眼睛看好了。今天变魔术所需要的材料是两根橡皮筋和手帕。好的，现在呢，我就来教大家变这个神奇的魔术啊！这个魔术呢，我们需要用到一块布啊，当然呢，还有皮筋儿。我们都知道这个皮筋儿啊是有一定的伸缩性的，但是刚才这个皮筋儿为什么能够神奇的变到我的手指上呢？对呀，我想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是不是小咕咚帮助我？对，小咕咚一定是个托。没有，你小咕咚的双手握得紧紧的。哎，这次呢，我不往我的手上盖布，大家就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了啊。哦，哎，首先啊，请红果果紧紧握住我的左手的食指。刚才在这块布的下面，我都做了哪些动作呢？对呀，我看，其实啊，在变这个魔术的时候，我悄悄地先把手里拿好的皮筋啊，已经扔到了一旁。啊，那怎么能够让皮筋套在这个食指上呢？是啊，大家看，在我的手腕上，看到了吗？提前已经套好了一根皮筋儿，所以说刚才呢，我盖上布之后全是我的表演。我要做的很简单，只有把这根皮筋儿往下套到我们的食指上，哎，就可以了。哦，明白了吗？明白了。其实啊，跟刚才准备好的那根皮筋没有任何的关系啊。1、2、3。哎，帮我们找一找皮筋在哪儿。哦，好的，成功啦！来，小朋友为自己鼓鼓掌。太棒啦！小朋友们太棒啦，今天的魔术学会了，为自己拍拍手，为自己加加油，嘿嘿嘿，大家一起拍拍手，一起加加油，谢谢。我发现变这个魔术有个特点，就是必须要穿长袖，是不是？红果果说的没错，如果是短袖的话呢，这个皮筋啊就没有地方藏了，所以说小朋友一定要记住啊，在变不同的魔术的时候呢，可能都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嗯，服装上的这个要求是不是？好，那我们现场的小朋友们都已经学会了，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魔香乌拉拉有没有学会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好，乌拉拉，我也学会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第一步，在变魔术之前，把皮筋儿套在手腕上，并用袖子盖住。第二步，请观众抓住藏有皮筋儿这只手的一根手指，并盖上手帕。第三步，在念咒语的同时，把事先藏好的皮筋儿套在手指上，这个魔术就完成了。奇怪。
手，拍一拍肩膀，和我一起快乐游戏指挥书。眨一眨眼睛，转一个圈圈，和我一起来吧指挥书。现在就请你跟着我出发，指挥宝宝就是我。现在就请你跟着我出发，指挥乐园，指挥乐园马上就到。